静的小村来，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70年代。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，经过了00年代。哎呀，望着胸口拍一拍，要勇敢站起来，好天爱一小天。我的妈呀，吓着我了。应小天跳舞 ending pose 好吓人，难道是要跳出屏幕来打人？视频中应小天一脸的骚动，演唱刘德华的名曲笨小孩，舞姿还是有一贯的专业街舞加业余广场舞的风格，美感不足搞笑有余。不想结束的时候，应小天来了个谜一样的操作，突然往地下一钻，在近距离摄像机面前，眼珠子真的比关公都大，张牙咧嘴的看着十分吓人，在场女嘉宾看后都吓得发出尖叫，直呼好吓人好狰狞，简直就没脸看。看来这应小天是要将搞笑进行到底了。